班房的比看班房的油水还大。上海方面与中共谈判进展如何？校长已经全权委托楚局长在谈，看来级别还是低了一些，一切大的方面难以突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不下大棋恐怕难有结果。这是什么？主任，这是陆军监狱转来的一名政治犯的上书，他要求改善监禁待遇。屈霞，您熟悉他？他的案子是我办的，我当然熟悉。那告诉陆军监狱，要求不高，照准。好，明白了。主任，请您签字吧。除报告所呈各项之外，如有可能，其他也应改进。史无前例啊！要想并进前线真正合作，这刚刚是开始。写上一个星期三次洗澡，每天一碗牛肉面。哎呦，别提牛肉面了，上次吃牛肉面还是在四川宜宾呢，都五年多了，馋死我了，真馋。你们馋不馋啊？你穿这个真好看。我呀，还想穿高跟鞋呢。隔壁房间。是。
你好，曲夏，你一点都没变。你是在夸我呢，还是在夸你的模范监狱？是啊，八年的功夫，一眨眼就过去了。我是不是有点老了？心眼多自然老得快。你妹妹丽华说过，别人心眼有九孔，你杨丽人的十孔都不止。这么容易你都记着呢？不难。你也可以试试。这件衣服好像太新了吧，看上去有些扎眼。他们一番苦心，你应该表扬才对。啊，我听他们提起，说你一直还在坚持学英语、学日语，没有放弃。你是个语言天才。承蒙夸奖。你们非要给我弄出那么多时间来，不好打发呀。你知道我今天来看你是为什么吗？在监狱这么多年，已经学会了不再察言观色，而去体会别人的内心。难得啊。不难，你也可以试试。曲夏，你真的一点都没变。我今天来监狱的路上，我还在想，我会见到一个落魄的曲霞，一个苍白而又充满仇恨的曲霞。我猜错了，还是一个伶牙俐齿的曲霞。有话直说。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再写一份报告，提出申诉，要求释放。你是在让我相信一个敌人？我是你的敌人，从前是，但将来未必是。什么意思？国共二次合作已初见端倪。我们内部现在有一些阻力，我们希望再通过释放政治犯上有所突破，所以一定要有人提出来。光靠你们的谈判代表提还不够，如果再押政治犯能提出来，效率更高。所以你写报告，我替你转交委座。有时候最高权力往往就需要一份普通的报告，以显得不是迫于压力，而是事出自然。看守，送回去。Thank you.
归。好，等一下啊。老董，老董。嗯。电话。嗯。电话。哪儿？在客厅。我是。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什么？什么时候？三小时前。说。现在就去。我知道了，赶紧派车过来吧。就这样。出什么事了？日本人终于动手了。北平卢沟桥，29路军同他们交火了。去，把我的军服拿来。最高军事会议要在庐山召开，委座让我赶去列席。我这叫走。船就在下关码头，委座要用你，现在他倒想起来用你了。哼，我是个军人，政见可以不同，但捍卫国疆责无旁贷。打鬼子我董建昌早就憋足了劲儿，该一雪前耻了。吴妈，哎，把老董的换洗衣服拿出来。哦，还有那些药。好的，知道了。这次老蒋不知道给我一个什么差事，带兵是肯定的。华北开战，那就是全面战争了，倾全国之力，决一死战。你们也得有精神准备，很难说战火不会蔓延到首都来。会这么严重？我说你们这些人呢，对现代战争完全不了解。日本空军有3000多架飞机，而我们呢，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这半年算是猛醒过来了，可晚了。未来的局面必然是残酷而血腥的。小姐都准备好了吗？带好孩子，等我的消息。恭喜你，彻底获得了自由。为什么只释放我一个人？上车吧，上车之后我再给你解释。你不解释，我不会跟你上车。那好，那我就跟你长话短说。中共代表团已从延安启程来宁，代表团指明让你也参加在南京的谈判工作。释放其他政治犯，是国共两党谈判内容之一。是吗？我没有必要骗你。上车吧。去哪儿？
代表团还有两三天才能到达，我接你去丽华家住两天。爹，你就不要再多问了，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哎，我在上海住的好好的，我干嘛要去南京？干嘛要去啊？一句话，如果你想见到丽青，就马上买火车票来南京，好吗？什么？丽青要来南京？是吗？爹。 你就听我的吧。啊，那好，我马上来南京。好，好。你是谁？费明。费明，过来，过来啊！啊，对不起，费明得留下来陪我见客人，你们改天再来玩好吗？哎，乖啊，暑假还长着呢啊！费明，你代表妈妈送送他们。嗯。 咱们家请来的客人吗？他是你的儿子吗？他告诉你什么了？我妈说，你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他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那你怎么没有拿行李啊？费明，何必呢？告诉孩子真话。 我就是刚从你们的监狱里被放出来的。你到底是谁？我是你妈妈从前的一个朋友。我妈妈的朋友怎么会进监狱呢？监狱不是关坏蛋的地方吗？是谁这么告诉你的？我大舅。费明，替妈妈去看看婶婶的菜做的怎么样了，好吗？好。童言无忌，别在意。她很可爱。 他今年多大了？7岁了。我在里面都8年了，都不知道外面事件变成什么样了。曲霞，能补回来的。我们代表团要来了，我担心我跟不上他们的工作。你可以找丽青啊。丽青，丽人没有告诉你吗？ 他跟周恩来一起过来，如果谈判成功的话，朱德总司令也会来南京。如果我哥还活着，该多好啊！你哥哥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是你们对待政治犯的特殊待遇。 每每行决我党重要同志，监狱都要把我们组织起来，宣读判决。你们总是以为可以瓦解我们的意志。你说的你们，能不包括我吗？丽华，亲爱的丽华，我当然知道你有多好。 不是你的话，8年前他们就把我枪毙了。
我觉得你瘦了，这些衣服你都能穿，打扮打扮完全不像从那里出来的。穿别人的衣服我不习惯。丽人刚刚来电话了，说晚上一起吃晚饭好吗？客随主便。你儿子呢？刚才忘了问他的父亲是谁。你不觉得他的神情很像一个人吗？像谁啊？你哥哥全。他是你和我哥？不是，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是曲恩跟另外一个女人生的孩子。在他四个月大的时候，我就把他收养了。费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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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呢？妈，我在这儿呢。来。费明，叫姑姑。他怎么成我姑姑了？他就是你姑姑啊，他是你瞿霞姑姑，快叫来。妈妈从来没跟我说过我姑姑，我不叫。哎，你叫我不叫，我就是不叫。怎么这么不听话？费明，叫费明，别跑。嘿，费明，费明，你回来。丽黄，没关系，监狱有监狱的好处，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忍受的。曲霞，酒柜里面有酒，你想喝什么自己挑吧。学校里都教你什么了？人口手刀牛羊，对吗？曲霞，那你可小看他了。他学的逸仙小学是蒋夫人亲自指导的学校，学的是双语，英语老师是从弗吉尼亚请来的。Can you speak English? My teacher's name is Jenny. Wow, good. She must be South America. Right? 你别说太难了，才刚学了半年。Never mind, take easy. What can you say anymore? My English name is Jenny. Our school is Yixian. Our city is Nanjing. Our country is China.Wonderful, wonderful. 丽华，这孩子的语音语调好极了。说什么呢？啊，什么好极了？舅舅，小明，去把他舅那瓶酒拿来。给舅舅，只剩半瓶了，是董伯伯喝的，妈妈不让他喝，他非要喝。偷我的酒，哼。来，你看这个日子啊，不是天天都能有的。丽华，我们好好喝一杯啊。曲霞，来意思一下。你们自己喝吧，我没那个兴致。庐山上刚刚传来消息，军事委员会达成一致，委座决心抗敌。如果战事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守土抗敌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啊。那老董是什么位置？是集团军司令，不过都是拼凑起来的杂牌。这怪不得委员长，老董那人一日三变，凭谁也不能把精锐之师都给他呀。是吗？对他还都有戒心，那共产党那边不是还没谈吗？依我看啊，现在啊，
以往昔日的那些恩怨，都能一笔勾销了，都得讲民族大义啊！啊，是不是？曲霞，你不用管他，让他自己吃吧。来，你尝尝这个，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铁窗八年，哪还有自己的口味？ 对了，在南京的黄埔三期的六班同学啊，听说丽青要来了，纷纷找我联络，想见见他。我说算了算了算了，你们找错人了。我们这对兄弟啊，跟别的兄弟不一样，他能听我的。不是兄弟，恐怕还更好些。 我累了，想休息。 Jimmy, can you take me to my room? Okay. Let's go. Thank you. 丽人，你慢点喝。你少管我。 人陪我喝酒，我自己喝还不行啊！真是，你都跟他说了？他们兄妹的感情实在是太深了，是徐恩把他们一家带到了巴黎。看得出来。 我在他眼里是血淋淋的两只手，所以这第二次合作比第一次合作难度大多了。彼此血拼了10年，重新回到起点，还得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相互手拉手，还得笑脸相迎。哼，不要说是共产党。 就连我都觉得是太难了。杨代表，我方奉命先前到达，还望贵党同仁多予协助。那是那是。这就是代表团的住所吗？是的。 我方安排贵党代表团的成员全部在此下榻。外围警戒怎么安排？由首都谢密三团负责。好，我们进去看看。请。大厅一楼内的警卫由我局警卫处成员负责。 电源已经接好了，110伏2/25的电阻，无线天线你们可以架设在楼顶的平台，线路已替你们接好了。很周到。楼内的电话是直线吗？很抱歉需要转接，饭店内有24门中继台，应该也很方便。总机是你们钟统的人吧？别掩饰，可以理解的。 警卫室吗？是的，紧挨着代表团团长的房间。周公的安全委座十分在意，楚局长也有具体的交代。请，这就是周公的房间，3间套房。这些画是饭店原有的，您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去掉。奉命。 按照你们的要求，我们在门厅搭了2张小床，供你们的警卫人员就寝。这扇窗户很容易攀附。放心，一楼底下就有我们的内勤，外围还有武装宪兵，应该没问题。哼哼，封死。可是，这儿风景很好。我们周副主席不是来看风景的。
封死。好的。代表团的走廊一律由我们自己的警卫负责，你们的人员一律撤到楼下，饭店的所有服务人员也一样。谈判期间，我们自己搞卫生，端茶送水的我们自己来做。明白了。这是什么？电冰箱。电冰箱。南京酷热，如果你们团长想来点冰镇的东西，一应俱全。通了电的，你们能保证这里面没有窃听装置吗？杨代表，你们多疑了吧？早多疑比晚生事儿好。班总，这个房间里不能放，你可以放在警卫室啊。西瓜、汽水、冰棒，我们的人还是很喜欢的。空出的地方，把门后的盆栽挪过来。好的，我马上让人去办。你哥哥说你很细腻，果然如此。我哥哥？他是我的老板。哦，你是中统的？对。杨代表，外面有人找你。谁？他说他姓杨。代表团的警卫你在负责，你也监管内勤。杨主任，我方必须向你方提出严重交涉。两个小时以前，我们周副主席去黄浦路官邸拜访，中途轿车抛锚，出现这种情况，请予以解释。纯粹是技术故障。我不管你什么技术故障，备用车15分钟以后才到。15分钟，我们的周副主席身处闹市马路，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发生。好在没什么事儿嘛。这不太像你们的警卫水平。他妈的，也就是赶上了。那辆车是我专门从这些车型里挑出来的，挑了又挑啊。可就是他偏偏抛锚了，我有什么办法？为了这个事情，我还训斥了那帮小子，他们也感到挺委屈。邪了门了，李青。那你的意思是，纯粹是个意外？你不会以为是我故意安排的吧？这时候没有人有这个胆量。你是不是不太适合这类事情？就像当初你要杀三省巡阅使的时候，节骨眼上总出篓子。那也是因为你把子弹都给打光了。那时候你是新手啊，现在是老手，不应该是这个水准。百密一疏，一疏忽成千古恨。历史关头，千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玩笑，希望下不为例。多年不见，李青啊，见了面又在教训我。我们的电台周围总有大功率的电台在干扰，是你们在监听我们。这不奇怪，因为你们的发报员是我培养出来的。我想看看他是不是有所长进了。不能这么对待客人。
我们是你们请来的，给点清静行吗？我通知他们停下来。不过，那你现在打电话让他们停下来。你是在命令我吗？协商。进步了，比以前。血雨腥风，出生入死。你比我清楚有多残酷。你们的密码编程很特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给局忠告，多盯着点日本人，别总盯着我们。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没有盯着日本人？银娥姐，信号好多了，干扰已经撤了。知道了。干嘛又要合作又要监视的？哪有这么干事的？啊，没事了，你回去吧。啊。父亲正在来南京的路上，快到家了，不回去看看吗？我在执行任务。家里都好吗？回去看看不就知道了。父亲难得来这么一次，不见未必冷血，常见未必热心，这个道理你应该最明白。大丈夫保卫家国，不能光有国没有家。现在对于我们中国人不就是这样吗？没有国哪有家？不争了，该回我会回的。上海一别，我们有六年没见了吧？难道你还记得我？我们经常见面，不过是在空中，在电波里。你还是这么漂亮。干扰撤了。二十分钟以前已经撤了。这回相信了吧？我们是有诚意的。刚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林娥。中统的同事们都非常想念你，有空过去坐一坐，啊，不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哥笑起来挺瘆人的。是吗？小时候就这样，皮笑肉不笑。不笑的时候你得小心。在黑暗与黎明之间，你来不及道别，只留下
什么我们总是热泪轻狂？因为我们的血为祖国流。